知道前面的情况，正在快速的靠近。快刹车，巴士！啊，幸好刹住了。可是该怎么过去呢？啊，这边或许可以。巴士打算试一试。小心点哦！糟糕，巴士掉进坑里了。加油，巴士！哎呀，还是不行。挖掘机上去帮一下巴士。先伸出挖斗，勾住巴士。用力呀，挖掘机！哎呀，再试一次。巴士，你也要使劲。成功啦！这么大的坑，如何是好呢？太一，你可以去砍树来铺路。太一跳下车来砍树。就快砍断了。嘿嘿呀。挖掘机把树木推倒吧。成功放倒树木，还要过来把树枝修剪掉。看，卡车也过来了，赶紧把树干装上车厢。卡车可以拉走喽。快把木头卸下来。挖掘机来压压结实。好了，上去试下够不够坚固。巴士，你可以通过喽。